兄弟，你怎么了？你倒是说呀！小芳，小芳，想怎么了？大白天的，自己吓自己。小芳，小芳，可能是睡着了吧？在这里睡啊？刚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后来仔细一想，小胖应该是遇害了。不会吧？真的？不行，我带你去看。你看吧，我没乱说话。那小胖明明就是被电打了，我还以为撞鬼了呢，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走什么走啊？跟我一起进去救人。走不去，我怕。